家好，我是宁果儿，这是我们当地冯建老板的那个柴油鸡。我去拿了以后才发现是这个样子的，其实完全没有修的必要了，但是既然让我修的话，我就把它给修好。接下来我就看看缺些什么东西。这个油泵都已经被别人偷了，这个油管也没有了，进气口出气口也没有了，这头油倒把油箱都给抱走了。这里面都生锈了，进水过的。这个缸里面都已经进那么多水了。这个油管都已经不回弹了，它不刮油，所以这外面都是油。这个柴油机是别人修过的，这个捞瓦的小瓦都留在里面，没有捞出来。Thank you.
里面会生锈，这个油环都已经断了，这个还得换新的。这个油环我买了一个新的，接下来我就把它给上上去。这个里面的弹簧已经断了，我要把它给换了。这个油泵它原本是没有的，我买了一个新的，然后把它喷成了这个颜色。这个机器所有坏的配件我已经修好了，然后那个缺的我已经买好了，接下来我就开始组装。
线我已经修好了，接下来我就试一下。试好了威力杠杠的，接下来就是给它送去。